界凯悟梦幻之星蔡希瑜。其实还没加入梦幻之星以前啊，我和大家一样，就是一个非常普通而且非常平凡的小女生而已。那在当时啊，其实我没有经验，又不懂得自己的优势，所以不会打扮自己，在外面也没有自信。可是其实这个圈子啊，是我从小到大就一直很憧憬的梦想。那常常有时候看电视啊，就会想说自己有一天是不是能够站在上面，然后让别人看见我。所以当我知道有凯悟梦幻之星这个选拔管道的时候，我当下是马上就告诉家人我的决定，然后也马上没有犹豫的就报名参赛了。在决定报名参加梦幻之星之后啊，其实啊，我的心情其实是非常轻松的，然后其实也很兴奋。那时候我其实告诉自己，就是把这个比赛当作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还有期许。那其实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你得到了什么。所以那我也很幸运的一路的走了上来，然后也学到了很多。在比赛过程中啊，让我最难忘的莫过的就是在垦丁的拍摄过程了。在当下，大家穿着比基尼啊，顶着大太阳，顶着大浓妆，然后在海边上奔跑，其实看似很美丽，真的其实是很辛苦的。在当下，其实我也真正的体会到模特这个行业真的是不容易，然后要付出的努力还有时间也真的是非常的多。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虽然模特这个圈子啊，并不是大家看到外表那么光鲜亮丽，私底下其实自己要付出的努力还有时间是比平常人还要多很多很多的。但是如果这是你的梦想，一旦下定决心了，那就勇敢放胆去做吧。凯悟梦幻之星提供了一个非常公开公正的选拔管道，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努力的让别人看见不一样的你吧，加油哦。